梦幻泡影，准备好了吗？要跟上节拍哦。有意思。真是难得，居然有人能向我展现如此独到的品味，非常不错，值得称赞。想要我赏你一件衣服？嗯，站好别动。紧张什么？很快就结束了。仆从和藏品都不是越多越好。阿杰塔要是有我一半的品味，就该明白这道理才是。开场吧，到我尽兴为止哦。机会难得，要是结束得太快就没意思了，对吧？逃不掉的。哼呀，哼呀，挣扎，哼，调别我共舞，嘿，哈，哼呀，还没完呢。感觉如何？给我退！逃不掉！负我狂怨，与我同欢。就在那里，好好表现哦。嗯，一起上台。护从引众，齐颂我名。给我退！到此为止，停！啊！给我退！还没完呢，到此为止。护从引众，齐颂我名。给我退！啊，真是好险，差点就弄脏衣服了呢。既然是难得的体验，正在尝试把你完全记录下来了。其中的某些场景，我会保密的。虽然已经和曾经的我迥然相异，但似乎他的性格如今会更受欢迎呢。这倒是很有……没关系，用于等待的经验我倒是很丰富呢。这会是一场与子梦中了悟一切。是那边吗？渔船其中，再度醒觉，音名不响。此为历史的海堤，以此王权，重现征伐。权术观念，势比空幻。这会是一场待我解洞穴之事，生于灾异，正当其时，穷极之暗，始得明光。捕梦百世，此生断绝，就此而穷极之暗，使得梦幻泡影，终有尽日。以旅行的角度而言，这或许太过轻松呢。想让我试试这件吗？
这件衣服好漂亮，颜色很可爱，剪裁也特别合身。你看，我的家族一直希望我能成为宝石商人，只是我还有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怎么办？心脏突然跳得好快，稍微活动一下，身体就会变得很柔软。啊，好险好险！速战速决，喂，别跑！哎，对不住了。准备好了吗？要跟上节拍哦。哎，对不住了。走了，赶快回去把作战经验记录下来。